朋友们好，我是骑着单车从河南去往新疆的老二，他是跟着老二去新疆的原本儿，这是跟着原本儿去新疆的小本儿。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，今天取了一天的快递，从下午的2点一直取到晚上的6点。哇塞，取这快递真的太难取了，下次寄快递绝对不能寄到市区，我哪怕寄到镇上都给他2块钱呢，太费事了，把拉萨转一圈了，快骑个共享单车花了我56，又坐了个滴滴花了我20，取个快递花我快80了。这就是我今天取的快递，朋友们，这个床还有原本帅帅的大墨镜，然后还有一个网卡打气筒，内胎，2个数据线，原版的牵引绳，还有背带，又给他买了一套，还有一个充电宝，还有一个帐篷，这个帐篷219应该绝对能扛住的。还给小本买了一桶狗狗专用的羊奶粉，然后去宠物店也问了，小本太小了，然后不能打针，2个月才能打，所以说现在就不打吧。看他挺活泼的，应该没啥问题。看他，哟。是不是听话的很？元宝，哎，你墨镜嘞？戴上，哎，戴脖子上了。这是往头上戴的。对，嗯，帅不帅？帅不帅？我们是3只单身狗，等2天东西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去新疆了，朋友们。小本还没有名字呢，大家给小本起个名字，6月1号遇到的，然后现在5天了吧，嗯，应该还没满月，毛是白色的，牙也没长齐，辛苦大家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